各位本堂师，各位大尊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就是特别特命事节，以及咱尊严在地的领导安排，那今天这个发挥，那么和先受尊严的指令，要来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到底在目前千门万道计划的时阵，到底是红灯新闻正宗的发明的地位。那么第二点也要和咱各位来探讨，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是倒位。第三点也要问咱各位来对过，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基础又搁是在倒位？所以咱这个节目啊，就是爱让快乐的音乐。所以呢，时间无够用，所以讲。